你啥子啊？我绊到了。啊？他绊到了，你咋个也绊到了？我晓得了。啊？搞了半天，是你们两个说。冯姐，你都晓得了？有啥子不晓得的？冯姐，你真的晓得了吗？啊！哎呦，冯姐，都怪我脑壳打铁了，真的是我们两个的脑壳撞门夹了。哎呀，冯姐，哎呀，是这样算了，也不至于嘛。你们就是最多笨的来，比猪狗都不如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蔡龙，你不晓得哟。昨天啊，我听人家说的，有两个瓜娃子。一个呢骑自行车绊到沟沟头了，另外一个呢还在笑这个，结果那个也绊到沟沟头了，搞了半天就是这两个瓜娃子。哎呀，太瓜了！对了，冯姐，就是我们两个瓜娃子。对，就是我们两个。我们有事先走了哈，冯姐。哦，走了。哎呀，你还挨得这个样子，办得安逸。哎，冯姐，你刚才给我讲了个防盗秘籍。哦，对的，噶。这个防盗秘就是先啊，我给帕哥要准备很多东西，就是棒棒啦，那啥没有，不得行。爬过在家警惕得很，公姐快点想个办法，万一爬过回住的时候把我的私房钱发现了，我就完了。公姐，哎呀，你这个太复杂了，还有然后呢？这样子，你把你这个防盗秘诀啊写个书面材料，我中午过来拿。哦，中午你不要来，我们都没得人。我跟爬过要出去喝喜酒哈，晚上来。好嘛，我晚上来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冯姐，你确定我们就是这个样子进家？咋个不确定呢？我跟你说，这些泡沫啊，都是防止我们身体受伤害的，看到没有？脚底板这个泡沫，就是防止秃顶那些暗器的。哦，还有这块手套，就是防止触电。还有这块锅耳，就是防止那块高空坠物。滑兮兮的，你还想找一会儿找？我也不想找啊。你这个。碰得我好痛，不要了。
喊你玩的小声点。哦，凤姐，我太紧张了，我想抽支烟，我想放松一下。哎，马子，给我一支。哦。你好，你好久不见了，哥。大哥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我我好想你哦。我也想你啊，好久没有喝了，都半年了，哥。哦，我们坐好，感情。那我们两个的感情。我感情说，一口吗？来，门。先生，我一定要看得见。好，好，门。哎呀，肯定是来不及。你还没有干，我快快快快喝！我干干干干干去！好，干去！哎呀，干去！我慢慢去。好，慢去，慢去。你啥子？你存钱的？哎呀，不得是。就是。我是滑板的，我不用喝。哎呀，男人话这儿不要钱的酒，你不吃白不吃说，哎，你这个样子嘛，哎，你喝醉了。嘿嘿，再来再来，同伴这句话你说的。不是白不是，差不多了哈。赶快吃。哎呀，你喝不得了。醉了。那我不喝，我喝吃。啊。我醉了。哎呀！我靠！我给尿尿。去。你难道是骂我？哎呀，快去！我。对不起哈，来。喝多了，来，快吃，好吃啊，那菜。来来来，好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先生。是我不好意思，挡着你的路了。对不起，我在这边。嗯。师傅，你走不走？哦，不认识。哎，等着等着，那个师傅，请问你到哪儿？你开车，你不晓得我到哪儿，还吓人。你要跟我说地方噻，你家住哪儿嘛？我家。幸福村哇！你咋晓得那我是幸福村呢？哎哎，凤姐，三儿娃，怕我在没厕所头？怕我没在厕所头。哎，在啊。我在看他往外头走的嘛。外头啊？哎哎哎。哦。下面噻！哎，你，哎，你，哎呀！
抽噻。抽得动不嘛？你才瓜兮兮，把上头的搬开，下头的才抽得动噻。哦，哟。红姐，哎，不是，放我吧！哎，一个袋子里面呀，哦，对头，对头，赶快，等儿爬过回来的不得了嘛，对头，等儿爬过回来不得了。大哥，那个阿婆啊，你们喊我爪子啊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哎呀，我酒喝多了。我找错地方了，我知道。没对啊，铁公鸡，张麻子，这个究竟是你们哪个的家啊？我张麻子的家。哦，你张麻子的家？哎，呸！你和哪个？你想和我？我跟你说。我清清白净的，哪个的家我还不晓得着？明明就是铁公鸡的家，你张麻子还跑去了家，太要脸了！我
对了对，胖哥，这个事我去过你的家，我们两个小弟娃儿咋个骗得过你老哥子嘛？低头，那是当然了。你慢点，胖哥，你今天是不是喝了点酒，晕乎乎的走错门了？哎呀，这个喝多了，活该。那你老哥子就下午去睡觉嘛。哦，对了。我回家，拜拜，拜拜，走了。胖哥，要不了，月儿，你得喊我啊！这是个单盘两多起。胖哥，你睡在我们这个袋子里，我们咋个办呢？起来，走啊！快点走，你半夜就睡。喂，胖哥，我跟你说，你睡在这儿的单盘有两多。胖哥，你们凤妹来找你。凤妹来了。哎，凤妹来找你。这个外婆的我不敢惹她，你们还真都咋着？送我回去。送你。慢点，他说我喝酒了，我请你慢点。我不能让你找死，这输了。这个颜色，这个花，凤妹，天凤姐啊，你这是咋个有我们凤妹的裤子了？是完整的，中山了。啥子？刚完蛋的。刚完蛋儿，过去是刚二蛋才一把吧，这个起码要弄两个刚完蛋儿。铁公鸡，哎，我看了这个裤子，明明是我们凤妹儿的，你娃是不是把我们凤妹儿的裤子偷了啊？啊？我偷你们凤妹儿的裤子？你去！看啥子？不要脸！这个也是我们家豌豆。你们豌豆的，这个明明是我们凤妹的嘛！你们豌豆的有这么大？铁公鸡，你这个流氓！你这个三心花，老子给你不听了！哎呀，跑跑跑！哎
麻子，张麻子，抓麻子，快跑！啊！我的死鸟，慢走！你不真呢？不要推！快点！你怎么穿穿你的腿？都是在找我们妈老婆。嗯，你们两个找死！啊，打他！打他！打他！